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か。はい、ぜひご覧ください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城。我们今天，这周是三连休，就是休息三天。我今天要带我家的坏坏去银座吃铁板烧。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か。はい。順にご案内しまいます。はい。它的店面不大，采用完全预约制，因为是有人为我们服务，给我们烤牛排吃。然后就像这样，大家环绕在一个桌子上面吃，中间呢有服务员为我们服务，在烤牛排。这是今天的菜单，然后每一种菜它都详细的写在了这上面。首先服务员拿上了酒水菜单，在这里面的饮料相当的贵，因为这是一家高级的和牛餐厅。我们分别点了绿茶还有可乐作为饮料。这里有一张卡片，上面分别详细介绍了牛的每一个部位。它第一道菜是前菜，和牛肉块蘑菇沙拉。这道菜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清淡，因为呢它的这个肉块其实吃起来有点像国内的老四川牛肉干，然后蘑菇呢采用的是生蘑菇，这样口感呢可能会更加的有嚼劲，所以呢这盘菜也是一道开胃菜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第二道菜是香蒜杏仁冷汤，然后这个汤呢是非常浓稠的一种奶状的汤，喝起来呢有一股浓浓的大蒜味和杏仁的味道。第三道菜是铁板蒸和牛片，服务员在滚烫的铁板上放上了大量的洋葱丝，这个洋葱的口感呢是非常的甜嫩，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洋葱味，相反是有一种很甜的味道去做这道菜。然后再在这个洋葱的上面铺上和牛片，这个牛肉片呢相对于切得非常薄，然后这样呢更好让它入味，然后就这样一片片的把它放上去。这时候服务员拿上了大锅盖，将肉焖在里面，这样呢是为了让它更加的入味，以及让这个牛肉片更能快速渗透。哇，牛肉片烤好了，真的是非常的香，伴着洋葱的味道。服务员把它一片一片均匀的切好，然后再把它们一份一份的装在事先准备好的碗中。这道菜上来了，然后上面的这个酱料呢，
服务员他们说这是萝卜泥还有柚子，所以这道菜吃上去的口感是非常清爽的，没有太多那种牛肉的厚重感。吃到最后呢，它的这个底料洋葱给的是非常的多，而且呢还剩很多汤水，所以这道菜很爽口。第四道菜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A5 黑毛和牛赤身肉铁板烧牛排。这道菜是可以免费追加的，只要在限定的时间里都可以追加。他给我们上了三种佐料的蘸酱，包括了蒜片、黑胡椒和一些酱汁。它的肉是做五分熟的感觉，非常的漂亮。先试试酱汁，蘸上酱汁尝了之后，感觉肉非常的细腻。酱汁呢也不是特别的咸，所以吃起来非常有嚼劲。第二块我决定蘸蘸黑胡椒尝一尝。黑胡椒是牛排专用的那种粗大的黑胡椒，所以胡椒味非常的浓郁。第三块肉加了蒜片作为调料，蒜味非常浓郁，蒜片也很清脆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城，我现在正在吃饭，我吃了不少牛肉了。就到这儿吧。今天的主食来了，蒜香 A5 牛肉汤泡饭。这道菜呢其实有一点咸，因为它的汤非常的入味。刚吃完那么多牛肉，然后再吃碗这样的泡饭，也是相当的饱了。然后服务员给我们上来了绿茶，之前我们也点了绿茶作为饮料，然后现在又要再喝一杯绿茶。然后上来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道菜，饭后甜品，是冰淇淋，香草味的冰淇淋，裹上了一种果酱。然后那个绿绿的叶子呢，是非常好吃的薄荷叶，薄荷味非常的浓郁。在吃完那么油腻的牛肉之后，吃上这个冰淇淋还是相当爽口的。这次我们一共花费了将近16000日元，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块钱了。两个人吃的话，人均500元。这个消费在银座那边其实是非常普遍的，所以这个价格来说还算是比较正常的。
上采花吧。这个非常漂亮的。C'est un bel homme. Bien sûr.